刚才呢，这个四位舞蹈演员表演了这个热情奔放的拉丁舞以后，那么我们下面一个环节就是大家也看到了，我们正在准备啊。今天说一下啊，我是客串一下主持，那个我们夏花主持呢，他有其他任务啊。今天我们晚会的成功和在座的观众、广大观众和你们的这个坚持是分不开的。当然，更重要的，我们的所有幕后的义工，我们的孙志深的领导班子，对吧？丁香啊，要不要上来训练一下？对吧？所以我们要相互帮助啊，多多相互扶持。哎，你上来啊？请问那个医院在哪？医院？什么塔塔？医院在哪个塔塔？听得懂吗？你说的是什么东东吗？哎呀，医院在哪个塔塔你都不知道，算了算了。哎呀，好，哎呀，赶快。哎呦，都说北京好耍，好耍倒是好耍，你看那个升国旗哦，那个武警哦，真是刚得很哦，就是那个风啊，吹得嗡啦的。哎呀，后头啊，一不小心，凉到起了噻。后头呢，又去吃那个涮羊肉，把肚腩皮又整着了，给痛得遭不住啊。你跑去问那个北京人，医院在哪儿？个个都把那个脑壳甩得像拨浪鼓一样，说听不懂。哎，都是中国人的嘛，哪个就听不懂嘛？哎呀，算了，还是我个人去找。哎，还是我早都去了，我看一下有人没得。哎，医生，哎，来了。哦，医生，我凉到了。你凉到了？你在哪儿呢？我凉到了。哎呀，还我老汉儿到了。同志，你是不是生病了呀？对头。同志，您说的话我有点不懂，您能跟我说说普通话吗？普通话又要说普通话？我来北京刚刚两天，就是为说这个普通话，把我的舌头都说卷了。哎呦，管他哟，看病的嘛，又困一会儿嘛。普通话，我看这个北京啊，可能连称快都要用普通话了。哦，先不忙，我试一下。哎呦，说一滴滴儿的，滴滴儿是什么呀？滴滴儿就是那个岩石板板的意思。您是不是眼睛有毛病啊？哎呀，不是的，我是想闻一闻你。喂，同志，这可是医院，你倒尊重点儿。好，我尊重一点。那个医生娘娘啊，我想亲吻你一下。哎呀，你还越说越来劲了，我叫保安了啊。哎呀，不是的，我只是想闻一下。哎呀，不对，我想这里是内科还是外科？哦，您是想问这是内科还是外科是吗？对头。哎，好，我吓你一跳，来。
要问清楚嘛，要不然嘛，整个妇产科去了。来，坐下，同志，您哪儿不舒服？我给您做一下检查，您先说啊。说，那个手都硬是不通了，看病就喊你说，管他的哟，看病嘛，说就说。好，开始说。我开始说。坐下去。我正在说，往下说呀。我已经说成长了，再说就说不动了。同志，这大冷的天，您坐地上干什么呀？不是你叫我说的吗？我呀，是让您把病情跟我讲一讲，谈一谈，谁让您坐地上了呀？哎呀，你很清楚嘛。来说吧，你哪儿不舒服呀？这个昨晚咳呀、啊。昨晚咳？晚咳就是那个天麻分麻分的，懂不懂啊？傍晚。对头。昨晚咳，我盯着一个脑壳啊，就开始痛。脑壳？哎呀，脑壳就是有那个钱抓抓。我的那个脑壳就开始痛，我的那个眼睛啊就眨巴眨巴的，这个耳朵呢就直咕隆咚的，这个鼻子呢就嗡起嗡起的，嗡就是竹帘的意思，还有我的那个颈横啊降起降起的，我的那个倒拐子啊皮巴。我学普通话去。